你的成分好像不太一样，你想多了，我对他毫无兴趣。 She's not my style, okay? 你没事吧？我俩一直在吵架，好吗？你们现在暗器装的我，你们还要脸？那片区域不允许花言巧语。我从小就在那儿滑的，我不会再省钱。你们懂得把它带走，有种不要让我在这里。你们怀里的小家伙，来，站住！ 你看我这副脸，我跟姐姐要，你说你对我怎么死？钱我可以给你，道歉没有？我打车吗？小太太，你去我房间吧。你想干嘛？让你睡啊。拜托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去睡我房间。这代表啥呀？ 拿到了，上班你怎么了？还行吧，就滑雪的时候认识的。今晚雪太大，不打包车，他请我吃了个饭，就让我住在房间里。好，上班去。我马上去。你要吃什么？告诉我，你马上去。我立马就到。